梁廷孟老师的问题是有关的，伊拍什么针吼？两三针的这洛梨要安怎接种吼？这菌根菌，啊是是买吼，算讲是买种子回来接种菌根菌，再过来嫁接，啊是讲吼买这个苗木。哦，苗木浆将这个菌根菌呢，放伫这个盆栽内底。另外，也还有种高长的七里香的盆栽，是用吼40×60以30公分的这个盆啊，已经种10担啊。安尼敢会当接种吼菌根菌，要安怎操作？啊，够十外长的这地灰落地栽种，是不是也可以吼使用菌根菌？这个一下一下来吼，比如讲，洛梨吼，要种这个，两三颗洛梨。如果那是种子吼，当然你啊点籽的时阵，你该用一束啦，因为迄个足细吼，迄用一束啊到内底，这个这是上盖好的吼。但是你啊是两三粒吼，两三粒的一个种子吼，当然你点籽你会当安尼去用吼，一起来伊就有这个接种菌根菌。啊，当然你啊是讲。这个叫呢，因为你即马，比如讲，你要去家，哦，家己要落去接，哦，啊，我你已经有籽，哦，啊，你有籽呢，家己要落去接，但是你敢知影，你摕到这个是较方便，为什么要嫁接？嫁接伫这个洛梨内底来讲，吼，两种的这个目的，吼，第一其实上大这个目的就是缩短幼年期，就是讲唔免种遐久，吼。唔免种遐久呢，啊，较会生吼，这是一个这个目的。佮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啊，伊是毋是会当吼较紧吼，算增加伊个抗病性，因为咱知影这个洛梨吼是毋是足惊毒水个吼，啊，所以你若是要两种个一个这个目的，两种个这个目的嘛吼，啊两种个这个目的呢，啊，所以你就会当啊，如果你若是有一个较抗病个一个这个品种，所以有个人因为这个洛梨吼，伊去甲伊啊，摕一寡这种，因为这樟树这种物件吼，啊，因为有人咧饲吼，饲讲用这个樟呢吼，因为因咧共一棵的嘛吼，所以呢，共一棵内底有可能是啊，会接得过去，但是这会过未过，唔知影吼，这通常就是讲爱啊，爱做一个叫做嫁接亲和性吼，因为当时你看过那种接过啊，但是。伊后摆会安怎唔知影吼，所以目前就是讲，你若是无去，无去甲伊许吼，无去接过，啊无去做试验，咱唔知影，唔知影讲啊，伊个一个效果是安怎吼，所以呢，啊，即系大致上是即款情形吼，所以，你看到是安尼吼，所以即个一般吼，樟木拢爱去选择啦吼，比如讲像伫世界咧种即个洛梨吼，澳洲跟纽西兰算完啊出名吼，啊，因有去甲伊做一个即个筛选吼，因去筛选过吼，筛选过讲哦，啊，即个物件呢啊是虾米吼，即个物件伊即个苗木的一个即个啊培养吼，伊就讲伊即樟木呢是有去筛选过，为啥物要筛选？咱有讲过嘛，伊即物件就很怕吼，非常怕吼，非常惊即种药吼。啊，台湾是要无人去筛选这个物件，所以咱接的这个目的是要创啥？咱接的这个目的最主要是去改变伊的这个幼年性，就是讲会当较紧生啦吼。啊，简单来讲是安尼吼，所以啊，所以你这买当，比如讲你也是按算要落去点，啊落去接，要先点籽后盖要落去接，啊，你就会当摕这个物件吼。你会当摕即个菌根菌的先改嫁接，因为即种物件就简单来讲，你就是一个愈早接吼，愈早接种成功呢，啊，伊的效果的如何啦吼？即简单来讲是安尼，所以啊，即伫家你当安尼来用。当然，你若是买仔啊等，你买仔啊等已经来接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接好啊，你就要到直接就要种，直接要种，你就用菌根菌甲各个的甲摕落去接，吼，即啊，即是上方便的一个即个药嘛，吼，所以。啊，大致上是这款的这经营的嘞哈，第这款哈，和你稍怎样解哈，但一个是啊，这个洛梨哈，因为这物件哈，在美国因研究做深入，因为伊这有一个这个疫病哈，加着这个根腐的这种这经营哦，所以这伫美国啦哈，伫这个南非甚至澳洲哦，都会去。啊，伊拢得这种病，包括美国加州因嘛，是拢
弄个掉这种根腐病哦，啊，这种根腐病造成有可能这个怎啊吸收，所以啊、这个加州大学哈、哦、有一个啊，另外就一个河滨分校哦，因都去啊去做一个这个筛选，筛选这种有三个比较有抗性的这个哈，这里、个、好 science 来对有去啊有去发表到相关的这个这资料，你若要知影这物件哦是。是什么款啦、啊、吼？是面讲哎，是什么款吼、啊？这啊，伊是什么款的？是一个抗病的一个针目吼，你当去看啊，去复筛时去查吼、啊，查伊相关的这治疗吼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吼、啊。这是人因为做过这研究，这你讲的啊，附带和朋友小做一个这个说明吼、啊，大致上是安尼吼。那第其他这个问题就是讲。这个七里香已经有种吼，已经种伫这个许呢啊盆啊地啊，伫盆啊地，因为盆啊地细细干呢，对无？你要甲食这菌根菌，就简单嘞，你用迄、那个用迄许甲动空嘛吼，你甲动，因为较几盆尔吼，高长尔，你甲动空吼，动完细细空啊吼，还是用铁线还是啥物吼，甲动入去，动入去了呢？菌根菌敲刷吼，悄悄的甲用落，吼甲用落迄个坑内底，啊水甲压个安尼吼，这样呢起来伊就让接种，吼、哦、它还是有用吼、哦。啊，咱常常咧讲无爱去许个种，无爱用个一个足大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吼、哦，伫横林足歹去接吼、哦，所以咱可能就较歹去用吼、哦。啊，你像地花吼、哦，地花是种伫土下底，你若是要用，因为你可能十几丛，其实你会当去甲动空，诶，真正效果袂歹吼。就讲用一个尖尖的物件甲动吼，啊，动空敢爱动足深的面，吼、哦，这差不多，乃当动有得正十公分啊，就算袂歹，然后二十公分就一刀用的，而且遐经常用，你那个动的，啊个硬的，这个菌跟菌甲压起哩吼，啊、这个效果就可以足好，吼、哦，就有法度接种成功。啊，佮有一种的半大波，就是种环尾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环尾啊，用迄个培养土，吼、哦，咱要啊敲菌跟菌敲的吼，还、哦啊、是讲土个坑伫血盘内底，啊菌跟菌甲硬起哩，啊环尾甲点的佮改，就是用血盘育苗，吼、哦，啊迄阵改用这个菌跟菌。啊，即马翻麦起来会种一啦吼，差不多三片叶啊，遐会种然后啊，花白白来种，会种的时阵去甲提落去甲种伫伊个许内底，甲种大，即个地层的边啊，啊有翻麦通食，啊伊个地花佫会含迄个菌的去许吼，菌跟菌的菌，伫翻麦管顶的，佫含迄个地层去烧过，啊伊嘛有法度感染。哦，所以这嘛是一种方法啦，吼，但是就是讲爱有条件通去种，啊，若无就是已经种伫土下，你要动空是一个上简单的一个方式啊。有当时啊，咱种无济，但是呢，你甲用一下，下当留一丛啊，卖用啦，吼，就留一颗不要去用它，哦，啊，这个效果呢，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好啦，吼，那当吼咱好朋友吼，就知影者吼，这个基本上是安尼这情形。对嘞，好，有用哦，这效果绝对是比无用好真济，只要接种成功啊、哦。其实未来咱种这个洛梨啦，吼、哦，其实抗病性哦，是咱来去注意的所在。即马已经哪种哪济啊，未来搁较严重吼、哦，真紧这就做出问题哦。所以咱甲真济好朋友讲，你若要种哦，你个所在一定爱袂堵水，堵水拢先卖讲。哦，这因为着这个根腐做大长，还要去死哦。所以咱来小知影着这所在，这当好朋友小做一了解哦。